个学校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些然后就开始被一群奇怪的人各种针对。目前我觉得快到我的底线了。实验室是吧？你先看他二十元的代志券哦。哎呀，真的不行！打什么？我不懂。Speak English。这是什么？咱俩不认识吧？别整那些小动作。是男人，要么坦荡说问题，要么直接 battle。同学，你很狂啊！哇塞！哇塞！我的天！住手！你不要多管闲事啊！听不懂人话吗？算了，走。你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吗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没人想救你，我只是看着烦。以前有个人教我，当人类忍不住要流眼泪的时候，就倒立，这样人们要流出来的眼泪就消失了。如果以后忍不住，试试倒立。这人好奇怪啊，没完没了的是吧？